村镇中学为掩护，使学生考上桥，唱上歌，就走了。一讲是党数两党的学校了，是八个人里边有厂长的同学是七个。那个那一年是9月24号开学的，不能搞，只有注意吧。先得占两张地。现在回想起城山中学时代的岁月，邱家现在也是有一个呀，没有一个叛变的，没有一个投降的。为民的名字啊是改过来的，喊共产党万岁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啊。那时候是知道我们知道很英勇，我们任务很艰巨。倭寇逞强权，残暴掠人寰，不自由勿宁死。山西太原澄城中学成立于1924年，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名校，全校师生以明德明理、成己成人为校训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中共中央北方局、八路军驻晋办事处、中共山西省工委三大机关进驻澄城中学，周恩来、刘少奇、邓小平、朱德、彭真、杨尚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里留下了战斗的足迹。澄城中学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抗日战争的前线指挥部。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，澄城中学的400余名师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投笔从戎，共赴国难，整建制地组成师生抗日游击队，转战晋西北，进军大青山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气吞山河的爱国主义华章。1948年末，历史的天平开始倾斜。毛泽东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，以每年消灭国民党100旅的速度，使人们确信，改朝换代的最后决战已经拉开了大幕。快点退！共产党追来了！
幸福！加油！反击车队！情况怎么样？胸部中弹，流了好多血，有办法没有？我尽量。什么叫尽量？老子要的是必须。准备做手术。好的。范叔，我以骑兵团营长的身份命令你，不管他们用什么方法，都得把这小子给我弄醒了。天天，我向志，作为一名军医，我保证会对他负责，并要求你现在就出去，出去。报告，于司令，您交给我们的追歼任务没有完成，我们对敌人兵力估计也出现了偏差。本以为拿下了稍远，卡林奇一带就解放了，可是我们却让敌人的师长周云翔逃跑了。我这个当骑兵团团长的真是无能。这是你一个骑兵团团长该说的话吗？不同的兵种有不同的作战任务，这里是察北，有大片的开阔地。你那个骑兵团是我们唯一的一支机动力量，有你立功的时候。天帝，你真是神兵天将，上峰派你来喀林奇，愚兄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我们镇守的喀林奇是平津一带的咽喉要地，只要喀林奇存在，就可以保证平津一带我军进退自如，所以还请您小心为上。这个自然，听说那个共军骑兵团长曾经和贤弟是旧相识。是，我们一起抗过战，不过现在各为其主。这个叫刘振和的团长有勇有谋，曾经带领成城中学的一帮学生兵在大青山一带抗战8年，所以实力不容小视。哦，赵旅长，这个刘振和比你又如何呢？战场上我会给您一个答案。赵进鹏的骑兵旅是从平津前线增援过来的。平津战场随时要打大仗，国民党在这个时候还能抽出一支这么精锐的部队来支援卡林奇，目的看来是很明确了。卡林奇是平津经过绥化的要道，打掉卡林奇，平津一线的敌人就被我解放大军装进了口袋。于司令，他们肯定是怕自己的后路被掐断，所以宁肯减少平津战场的兵力部署，也要增兵死守卡林奇。敌人现在虽然丢掉了一个少元，地盘少了，可是剩下的三个县却挨着，敌人缩小了防御阵地。之前他们守4城，分散兵力防守，守卫不能坚固，现在兵力集中了，防守反而更加牢固了。那是他们给自己留后路，而我们却一定要把这个口袋口系紧了。你对这个赵敬鹏有多少了解？赵敬鹏毕业于黄埔军校，从一个骑兵队的侦察员当上了骑兵旅旅长，对于骑兵的穿插和切割有自己独特的见解。接着说。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曾经合作过，我和他带领百余名骑兵对日军52师团的指挥部进行了奇袭，是日军52师团不战自溃，反击了日军的围剿。捡重点的。他是一名杰出的优秀骑兵指挥员。
敬鹏，就是武圣关云长，你也要给我拿下。是。骑兵一团请战，赵敬鹏的骑兵旅就交给我们骑兵团来打，保证消灭他们。好，我等你的作战方案。是。怎么样，郑和？局委已经下达了命令，必须要在一个月之内消灭喀林旗一带的敌人，吃到敌人周云祥的57师，解放喀林旗所有的旗阵。现在敌人在武泉、绥化、叶赫三城设防，外围全是他们的防御阵地。你说这个赵敬鹏他能藏哪儿呢？我想他们不会待在固定地点，一定会随时增援其他防线。他就是再神通广大，他也得有自己的行动路线。出兵吧！不行，我们先得了解敌人三城的兵力部署，还有他们的防御阵地情况。那要是单依靠咱们自己的侦察兵肯定是不行啊，他们进入不了敌人的防线内部。这样吧，我们骑兵团必须要当一回孙悟空，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。报告吕座，周师座已按照您的建议重新对三城进行了布防，从上边败退的士兵也补充进三城，加强守卫。周云祥不会打仗，可经营喀林旗多年，倒是给自己留下了不少家底。你回师部把周云祥给我看好了。是。骑兵对战跟步兵攻坚不一样，必须要把赵敬鹏的骑兵引出城来打。就算我们摸清赵敬鹏的行动路线，可是有什么把握打掉他？是啊，以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打法。哎，你们看，这个是敌人用的马刀。吴教导员，你对骑兵的装备比我们了解，能不能给我们设计出一种新式的马刀，来对抗敌人的骑兵啊？我们以前的任务是追歼残敌，是骑兵打步兵，现在面对敌人的骑兵，武器装备一定要改。我们的马刀太短，有点吃亏。还有，敌人那些操冲锋枪的骑兵，加上他们的手雷，简直像一个移动的火炮阵地。你说的对，他们的火力猛，优势明显。但是我相信，有优势就一定有劣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分分工，各展所长，但是目的只有一个，打掉赵金龙，至少要打掉他们的特战队，为我们大军解放喀林旗做好准备。好，郑和，骑兵团这次吃了大亏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同志们的情绪。小志，集合部队。同志们，昨天我们失败了，可是我想对你们说的是，我们这个骑兵团从抗日打鬼子时候的一个连到一个营，到今天出现在解放战场上的一个团，我们经历了十多年前的今天，我们还只是一群刚从城城中学出来的，连枪都拿不稳的学生。可是今天在我面前的你们，是一群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战士，是一个让敌人听见都闻风丧胆的骑兵团。敌人已经把一个装备精良的骑兵旅放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打。兄弟们，现在才是真正发挥我们骑兵团作用的时候，这个才是我们骑兵团真正的战争。兄弟们，赶紧养好你们的伤，骑上你们的战马，拿上你们的马枪，让我们一起去消灭敌人。我们一起为我们骑兵团在解放战争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同志们，面对敌人，我们只有第一个字：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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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情况怎么样？子弹已经取出来了，人还没有醒过来。锦荣，锦荣，醒了，锦荣。哎呦，你小子可算是醒了啊！你这觉睡得都快吓死人了。战虎，说，李兴国这次也牺牲了，咱城中的同学是越来越少了。金荣，你现在好好养伤，过两天我再来看你。有任务？对，我也要去。别哭，快躺下，躺下，别起来。你听我说，现在你的任务就是养伤。等养好伤之后，我们再一起去战斗，好吗？这情况不明的，哪有团长带头去搞侦查的呀？啊，哈林奇是巴音的老家，我带着巴音去摸一摸敌人老底儿。帅不离位，你不懂啊？嗨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哪那么多讲究啊？别说了，我不同意啊！王肖志，除非你带着我。行，上吧。振和，注意安全，等你们回来。放心吧，目标卡林奇，出发！是。李总，我们是骑兵部队，为什么窝在卡林奇，给周云翔卖命？因为他知道我们是卡林奇唯一的机动部队。拥有最快的移动增援速度和主动出击的能力，那为什么我们不主动出击，坚守不出？那不是我们骑兵的战法。卡林奇里，我能够确保三城平安。共产党的部队想急于消灭我们，我们就跟他们比比耐心。别急，仗总归要打，关键是怎么打对我们有利。吕座，我手下有马匹，有兄弟，就是给养不够。您再给我点粮草，我保证把共匪的骑兵部队全部歼灭。你的使命是守好检查站，随时准备增援。明不明白？是，吕座。又是一条啊！按照我们之前的观察，叶赫和武权的敌人可以随时增援啊！走，去军法正看看。哎，是。陈波，哎，多谢董员，所有的材料我都准备好了，就等你的图纸开工了。这不给你带来了吗？这是什么刀啊？克敌利器。不像我们之前用的马刀啊。做出来就知道了。记住，刀的尺寸和重量，分毫也不能差。是。好。哎，所有人先听听，来看看我们的新图纸啊。国民党手上还真有一套啊！是啊，道路畅通，他们的骑兵旅可以随时增援。我军的实力要想强攻，一个月恐怕都拿不下来。来，
喀林旗外围防御我们已经搞清楚了，交通网发达，便于骑兵迅速行进。这个绥化城啊，是敌人重点防御阵地，易守难攻。周云翔，我们跟他交过手，他没这么大本事。这道方案肯定是赵金鹏安排的，看似在防守，其实随时都在等待进攻。那咱回去汇报于司令，准备攻坚战。现在打的话，别说是我们骑兵团了，就是我们整个师，也会被敌人依靠地形的优势活活吃掉。那也得打，军委都下命令了，不能硬来。我们既然来了，就要先把敌人给摸个透。你的意思是，咱们先得把敌人师部的具体位置给挖出来。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。李座，师部安排的怎么样了？按照您的吩咐，都已经安排好了，周边道路已经查清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可是，您是想问我为什么不把师部安排在绥化县城内？绥化县城城墙坚固，把师部放在这里，难道不是最保险的办法？绥化县城像一把突出的尖刀，我们如果把师部放在这里，必然要增加守备，引起敌人的注意。至于你说的城墙坚固，之前的邵远城墙不是更坚固，还不是丢了？吕座说的是，吕座就是给共军安排下一张大网，就等他们沉不住气往里钻呢。我把师部放在三城之内，分兵布防，这样敌人就找不到他们攻击的重点。我们和他们打消耗，他们耗不起。切断两种骑兵中间的联系，可怎么切断？光靠我们的骑兵是不行的呀。李建荣，换药的时间到了，走。哎，坐上。哎呀，你等一会儿，我忙着呢。怪不得刘振和他们说你是个小知识分子。小知识分子怎么了？到哪儿都离不开这箱书，打仗都带着，要书不要命了？有了书才能有命呢，破敌之策可都在书里。这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书呆子。建功，是我家。走，去看看。这，这。大爷，我母亲呢？他们过来就抢我们的粮食，你娘不给，因为他们给杀了。赵金鹏，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？一定是胡子轩，他以前就是这地方土匪，后来投靠了国军。振赫，早就把他们追回来。等等，别管了，我们还有任务。团长，我能不能提个要求？说，
等攻城的时候，让我亲手杀了胡子轩。好，答应你，胡子轩留给你。谢谢团长。走。郭家老员，来试试这个。中了。真是，什么都骗不过你啊，就中了0.1公斤。刀的重量一定要控制在1.85公斤，不能多也不能少。用什么精细吗？陈波，这关系到我们战士的生命，这是战争。是，明白了。可不想打十年，打他家的传令兵来了。报胡团长，赵旅长要求你一定保证绥化到武泉之间道路的安全。一切请赵旅长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你们也都他娘的给我争口气，让共匪知道知道我胡子勋是什么人物。听明白了吗？晚上有酒有肉，套上兄弟们。哎，现在不是报仇的时候，知道吗？敌人的尸骨应该就在附近，咱们现在得抓一个活舌头。哎，我看。老爷，那边就交给你了，记住不要惊动敌人。去吧。师部到底在什么位置？长安，不要杀我，在西营盘村的张家大院里。这个不行，他是俘虏。我们现在是在敌人内部，难道还能留着他吗？长安，不要杀我，求求你不要杀我，我也是被逼的，保证不说，我肯定不说。大哥，留着太危险了。我也不想打仗，不想当兵，我想回家。不要杀我。行了，咱们共产党队伍不兴叫长官，听到了吗？好了，我相信你。走吧。谢谢长官，谢谢。旗的防守像铜墙铁壁，他们却把师部安这儿来了，还只有检查站的一个关卡。看来
他们对自己的外围防线还有信心吗？只要打不破外围那三个县城，他们的确可以高枕无忧。这周银祥仗着饶劲邦躲这儿来逍遥来了，趁着他逍遥，我们给他们做个实验。什么实验？走。是要把情报安全的带回去，留在这儿太危险了。我要先把这条道路的具体情况搞清楚，对我们骑兵团的未来进攻很重要。大的事儿那就不是骑兵团的事儿了。那可不一定。大爷，刚才放枪的地方离这儿有多远？五米外。出兵的速度够快的，我看咱们还是先撤吧。我琢磨着来国军这一趟，总得有个纪念，让他们来找咱。走，去马家铺子。小张，李叔，李金荣呢？刚刚还在这儿呢。这个李金荣，快点，别砸了，把他捆大腿，快！李金荣，李金荣。李叔，我试验成功了。谁让你离开医院的？你的伤还没好呢。我命令你现在就给我回去。不行，我试验还没完成呢。你胳膊不想要了？胳膊是我的，用不着你管。别妨碍我三日杀敌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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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刀玩的有模有样的，我看快成武林高手了。国家导员，这真是把好刀，你是怎么琢磨出来的？来，给我。一寸长，一寸强，我们的马刀比敌人的要长，还要比他们的轻薄而不失锋利，这样我们的战士用起来才会得心应手。好，我再去找些原料，把咱们全团啊都装备上。好，好，好，兄弟们，干活了。你说吧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太冲动了，我是太着急了。我看他们都忙活着，我也想干点事儿，不是？哎，雨叔，别，哎呀，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明知道自己有伤，还到处乱跑。我不是为了能早点解放吗？哎，金荣，哎，你有想过解放后做什么吗？我要教书，等解放了以后。我就回城阳中学去当老师。咱们的祖国之所以饱经忧患，就是因为教育太落后了。少年强则国强，只有当老师，才能真正改变下一代人的灵魂。我没你那么大的梦想，我啊只想做一名好医生，让所有的人都病有所医。只要中国人的身体健康了，我就高兴了。对，不过你要想搞医学啊，以后少不了麻烦刘政和。为什么？政和跟我说过，等解放了以后，他要把国外的先进科技和文化都带到中国来，把对中国有用的书都翻译成中文。你想学医，肯定要读他的书了。看来所有的人都编织好了自己的未来，真希望战争早点结束，让大家的梦想早日实现。一定的，这个未来离我们不远了。每当我闭上眼睛，我都有一种感觉，一个崭新的中国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嗯，走。
走。吕宋，一队骑兵，大概20多人。刘振和，您怎么知道是他？我城防如此严密，还敢进来的唯有刘振和。他们只摧毁了一个运输队，我带兵杀出去，一战击溃，他们不足为患。你懂什么？他们是来侦察的。看来我们的布防情况已经被看得一清二楚。摸清楚了也好，总得有人先出招。他以为他占了先手，那我们就给他来个后发制人。三城呈犄角之势，联合防守没有破绽。他们的骑兵队在中间，可以随时支援任意一个连队。赵建东果然是个高手，他想一直跟我们耗下去。这可不仅仅是消耗啊！如果咱们贸然行动的话，他们随时可以反过来要咱命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先打掉赵建鹏的骑兵旅，尤其是他们的特战队。可现在的问题是，咱们怎么打呀？振和，振和，振和，启荣，我终于想到办法了。吕总，师部来见。周云祥是担心，一旦步兵摸清了我们的布防，会派兵来强攻，他怕我们守不住。如果要是他们来强攻的话，以你对共军的了解，会是哪支部队？他们有一个炮兵营。那要是用我们的骑兵特战队打掉他们的炮兵营呢？那他们想进攻喀林集，除非他们从天上掉下去。好，电告师部，告诉周师座，我保证他在师部听不到共匪的枪声。是。马家铺子一带地形非常合适，我们的计划就在那展开。你可别忘了，我们在这儿跟他们交过火，他们一定会严加防守的。我知道，那里是敌人防御最弱的地方，不过也是他们骑兵出兵最快的线路。我明白了，他们一定会在这个地方故意留一个口子，等我们强攻马家铺子的时候，他们的特战队就会迅速支援。没错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同志们。为了削弱赵建鹏的骑兵力量，我们就必须冒这一次险。怎么样，大伙有没有意见？没有。好，胡总导员，把我们作战方案发给余司令。好。刘团长，炮兵营接到余司令命令，从今天起就归你骑兵团指挥了。好，咱是不是要攻城了？攻城还在后面呢，先给你们安排点别的事儿啊。这炮兵营可是于司令的心肝宝贝，攻城可全靠他了。放心吧，如果损失一门炮，让于司令拿我刘振和问罪。
的命。啊！告诉方兵团，继续给我打，越多越好，把城市给我造起来。是。我就是，田部，到一营二营准备好了吧？准备好了。你们两个带领一营二营，准备战斗，从旧进攻。是是。金壮，我跟你说啊，通知炮兵营长，他们过去的时候，让炮兵阵地往后退。明白。团长，我呢？可以啊，把敌人引过来。是。保密，共产党也就这点老本。让胡子轩带他的特战队先把敌人的炮兵拿下。是。驾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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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给我追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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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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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报告，局座，胡子轩的特战队遭到了共军骑兵团的阻击。这刘振和胆子够大呀！可惜了，飞蛾扑火。计了，快！让胡子轩赶紧把部队带回来。是。文忠，营长，
不到敌人屯粮部队，等到你们派人来支援，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同志们，杀呀！余座，属下，无能。刘振和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杀敌一万，自损八千，什么意思？难道他们要攻打武泉？共产党的部队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攻城的，就算打，也不会选择武泉作为突破口。你的任务是守好检查站。如果检查站再出现任何的问题，我拿你的人头试问。是，吕座。振和，于司令来电，问骑兵团的伤亡情况。陈波，伤亡数字统计出来了吗？统计出来了。一营亡42人，重伤63人；二营亡44人，重伤52人。
三营怎么样了？三营亡101人，重伤156人。于司令准备大举攻城，让我们随时准备配合。不行，现在攻城伤亡真的是太大。但是敌人的运输机已经空投了大量的弹药物资，国民党这次是下定决心要跟我们长期耗下去了。你马上致电于司令，务必请求他千万不要攻城，让他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找出攻打卡林奇的方法。把这封电报马上给我发3次。师座，大团队被共匪给打没了。是，我没有想到，为了打掉我们的特战队，他们居然采取了刺杀性质的打法。我关心的是克林廷安守得住守不住。师座不必担忧。刘振和的部队虽然打掉了我们的特战队，可他们的骑兵团也损失惨重，我们的骑兵数量还是多于他们，且战力上占优。我是怕他们的大部队下一步就要攻城了。师座，我们只是暂时失去了重创敌人的能力而已。只要我们坚守不出，改积极防御为坚守防御，等待援兵，共产党的部队依然拿我们没有任何办法。事至如今，也只有如此喽。卡林奇三城拱卫，固若金汤。共产党的部队要真是打来了，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把他们的战力消耗掉。哎，喝闷酒呢？嗯，哟，报告团长，小弟名叫王孝志。王孝志同学，一个人喝酒多无聊啊！来，我陪你喝。
你行啊，我不行，我咽不下这口恶气。咱们从城城出来，一共480人，先是幻景，然后是田鸿生，今天把李金荣也搭进去了。10多年，还剩下81人。平时你在外边你是团长，大得听你的。今天在这屋子里边，就咱们兄弟俩，你让我拿回来什么？咱给他凑合着。嗯，你不是说拿下赵进鹏就能拿下绥化城吗？嗯，我不费你一兵一卒，我一个人去，我换下那身灰皮，我混进绥化城，我杀他500回合，我保证一马刀砍下赵进鹏的脑袋，你就站在城门外边，你就看，你乐乐呵呵的看，你看我给你来个漂亮的，然后把你的妹妹搭进去吃。我不怕，我怕。小智啊，你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。你以为李金荣死了，我不难受吗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每天晚上我一闭上眼睛，那些死去同学们的脸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真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在战争结束以后我该怎么去面对他们的家人，我该怎么去面对我们的刘延忠校长。小智，我是团长，死太多人了，我不能再让你们任何一个人拿自己的生命冒险，你明白吗？北平解放了，天津也解放了，等我们冲过长江，解放了广州、南京、上海，全国的解放也指日可待了。但是前提是什么？前提是我得让你们都活着呀，我得让你们活着看到这一天呢。只有你们活着，我们才能有希望啊。咱们什么歪点子没想过呀？哎，那次我们为了偷人家的真枪，竟然放了一把火，把人家金穗军的军火库给人都烧了。我那就是为了转移敌人的视线。哎，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转移敌人的视线，有点意思。太有意思了，赶紧回去开会。郭大人，只有这么一个方法，我们骑兵团必须要连夜强行军，从敌人的家伙插过去，直捣敌人57师师部。你的意思是直接突破敌人的防御圈，秘密打敌人的师部？没错，敌人的师部被围，坚守在武泉、绥化、叶赫三城池的敌人必定会出兵增援，让我们的部队守在增援敌人的必经之路上，把他们一举歼灭。这就是围点打援。对对，围点打援，但是围点这一项必须由我们骑兵团来完成。
敌人的师部距离我们有70公里，我们是师里唯一一支可以快速移动力量。只有我们骑兵团能够用一夜时间出现在敌人的面前啊！这个，你看啊，距离离师部最近的公路上，离这3公里就有敌人的驻军，咱们是不是得考虑在公路上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防备啊？这个我想过了，所以我们必须在打掉站点敌人的同时，还不能让远处的敌人发现我们。这就是你们提出的作战方案？没错，只此一招才能够顺利的攻占卡林奇。 现在就是要看于司令能不能下这个决心了。敌强我弱，敌明我暗，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会给他们打一个奇袭。郭小队员，把我们的作战方案发给于司令。好。瑞宗，这回上峰给的给养足够我们用1年的，可是我们是骑兵连，为什么像步兵一样困守孤城？想当年和日本人作战，我们面对的是刘振和共产党的部队。 刘振和虽然打掉了我们的特战队，但是他的骑兵也损失过半。一个军队的战斗力不知体现在人的数量和武器装备的优劣上，主要看是有没有必胜的信念。很可惜，在刘振和的部队里，我看到了这种信念。吕座，您放心，骑兵旅全体官兵已经做好了决战的准备。哼，战争只是政治的延续。 政治上，我们已经败了。你看，刘振和的部队往后退一部，老百姓会扶着他们；我们呢，我们向后一退，万丈深渊。可是您是给周师长立过军令状的呀。我那只是安慰他。此一时彼一时，我们现在能守住这个喀林奇，给关内的部队留一条生路，已经是万幸。 你跟了我多少年？14年。14年。我赵进鹏戎马一生没有半点积蓄，只知效忠党国。想当年，打军阀、打日本人，我都感觉自个儿是对的。每一战，我都感觉是自己的最后一战，所以格外的英勇。 但今天面对刘振和的部队，我却突然感到我错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一支学生兵组成的骑兵团，竟然给我们添了这么大的麻烦？难道真的是人心所向，天命所定？ 跟了我这么多年，竟然跟我落到了这般田地。吕座，我是您一手培养起来的军人，属下愿意追随吕座，决战疆场，万死不辞。福波为愿，过失还。 定远何须生入关？莫前指轮，归海枯，仍留一剑，定天山。大厦将倾，独难止。 军人必将战胜最后一滴血。报告于司令，部队一切准备就绪。命令。 所有部队到达指定位置，准备打援，抽调一个步兵团在喀林奇外围对溃逃的敌人实施阻击，让炮兵营做好准备，随时配合部队攻城。战役目的：一举攻克绥化、武泉、叶赫三城，不能让一个敌人逃进关内。司令，骑兵团孤军潜入敌人阵线70公里的话。
一旦被发现，骑兵团出不来，我们的人也出不来，完全有可能腹背受敌，这样就被动了。主动和被动往往是顺序之间，强弱也是相对的。刘正和这一招就是瞬间由弱变强，现在这个时候，只有横下一条心，险中取胜。 郑和，宣布一个消息：于司令已经同意我们的作战方案。他将派出打援部队，一旦我们袭击敌人师部成功，打援部队将把增援敌人师部的敌人牢牢抓住，全歼砍连起敌人。太好了，成败就看我们的了。于司令问：骑兵团还有什么别的要求？告诉于司令，说骑兵团的要求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等我们打掉了敌人的师部，前来救援的赵金鹏的骑兵旅。 骑兵队，务必要在天亮之前赶到指定地点，战斗地点准时打响。是，马英，到。你带领一小分队拿下敌人的站点，一定要注意，不能让敌人发现你们。是，陈默，到。你带领二营跟着我。知道，师部。是，出发。是。 刚刚接到汇报。 部队已准备就绪。这下就看刘振和的了。跳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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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敌人的师部已被我们打掉。好，敌人现在是脱了壳的乌龟，任由我们打了。传我的命令，让炮兵准备，立即配合攻城，绝不能让一个敌人逃脱，统统给我吃掉。 Come on!
告诉你，我赵进鹏自从军以来就不知道投降二字怎么写。好，杀！全中国也就该解放了，该回家了。哎，
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一师师长刘振和向您报告。骑兵第一师军医方宇书向刘延忠校长报告。骑兵第一师政委王小志向刘延忠校长报道。骑兵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波向刘延忠校长报告。骑兵第一师韩建国向刘延忠校长报道。组长，你们回来了。生向您报道。澄城中学学生严焕景向您报道。澄城中学学生于素向您报道。澄城中学学生孟晓东向您报道。澄城中学学生刘晓光向您报道。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，我们这支骑兵部队接受了毛主席、党中央的检阅。不学过去不幻想。